状态。女孩长大被要求有十八变，想当悟空难，九九八十一变。的意思哎、欸，是开始了吗？哎、欸，那有人可以拍手吗？哎、欸，他们没有空。可以有人拍手一下吗？哦，安安大明星，今天的安安大明星是要很赤裸的叫全名。好，那你叫我全名。黄露子英，露露小姐。大家好，我是黄露子英，好怪、喔欸。对啊，不会啊，那哎，讲、欸、名字真的很尴尬，因为讲露露比较多人知道，然后露露。在老一辈人会以为是感冒药啊，还是什么？日本买回来的那种。对。所以其实你就是很疗愈啊，你本人就是个哎，对疗愈的一个。可露露很难吃哎。不是，露露是有事的时候才吃，没事就放着看就好，就跟你的状态就一样的。就想要开心的时候，就把露露的歌拿出来听。放着看好看吗？好看啊。真的不是每自己都很心虚这样。不，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看，就是山川秀丽。有些人觉得说一望无际也是一种美丽的风景。什么一望无际？就是视野比较没有屏障嘛，那看出去对啦，辽阔对啦。你这样讲也是对的。对啊，所以你的人生，你不觉得你路越走越宽吗？你要感激你的身体。你这样讲就对了。嗯，对。人生有太多障碍的时候。往前走可能还会跌倒，嗯，但是我是很可以用顺的跑的，对，你是光速在前进，也没有很光速，也蛮久了。我出道到现在，我从大二、如果以上大学生里面就算出道的话，是我大二就上节目了，但是那时候还没有立定人生是志向要当主持人啦、大二、大三、大四，我毕业四年了，一二三四，也七年了耶，才七年了哎，就是你七年就可以。像现在这个样子，有多少人十年、十几年，对不对？也对，歌也出道了很久。哎，说到这个，
哥，你今天的衣服好好看哦！我真的觉得你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朋友，很好看。你看这个花多适合你啊，很衬你整个人的气质。就是希望你有一个花团锦簇的九月份。好，希望九月份可以这样子把这些东西都带走。而且这件衣服，我的朋友说你要来，他一定叫我要穿上。他说这件一定要在露露旁边，然后让露露看起来就是美丽。在露露旁边，然后只拍露露是怎么一回事？我们的摄影师就是讲你的衣服了。对对对，然后他一直把它就是把它飞到掉。我不懂我的团队，就是他们今天看到你来，就完全就是没有把我当一回事。怎么可能？我那么常来，不需要把主持人一直 take 在镜头上，就是我们可以合体。OK， 合体，对对对，我们是一个合体感。哦，这样好，这样好，这样。想当初这个通告敲很久，哪有？我们在天桥上遇到，对，我们在天桥上敲，然后就说：“哎，黄露子英，你要出唱片了。”然后他就说：“对啊，对啊。”不是这边一次一定要来，因为这边就是像嘎吉刀安那样。对啊，阿江。起码出来，你刚刚安哪一下？我觉得很富丽堂皇。嗯，这个没这个地方真的很高级，看起来的确是花了很多钱。我觉得你讲的真的很对。哦，花。这是我们现在最主要的那个啊，我们今天安安大明星在 Vido 在三立新闻网，就是现在正在同步直播。哦，三立新闻也同步直播。有有有，那大家拿手机就可以看，但是错过直播的人就也不要觉得遗憾，因为我们播完之后它就是一个节目。哦，就是你刚刚有看到有片头吗？有，我觉得是很移花，高级到不行。其实就是一个不要拿片头，那制作人做很久，就很像完全乐啊。就是就是就是你，所以我完全乐我才没有不能主持了，因为。把经费的都挪给安娜明星了，对对对，我跟你讲，娜娜公的经费啊，娜娜就拍公上台子，对，娜娜出一张唱片大概要多少经费？哎，我还真的没有算过哎。跟那你真这么大胆，就这样给他出，要卖几张才会回本？一定是不会回本的啦，真的。我就希望那个陈奕迅多卖多一点。哦，对对对，真不要这样说，但是对有没有回本？但你都带给大家很重要的收藏的新的选项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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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而且这张专辑做的很用心，我相信你做的事情都用心，嗯，你本人就是一个有心的人。谁没有心？没有良心。有些人的心就是被狗啃，没有到被狗啃。我们不要这样子，他还在，是他没有把它拿出来。嗯，尘封已久的良心。他不一定尘封，其实他都在血肉之躯里面啊，没有尘封这件事，是他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要把它闭塞，而且甚至有人自己加工，还让他吓不吓？波比，什么鬼？没有温度。对，但是我们这个真的很用尽全力。你是新生代里面，就是大家一直我相信，就是很多年过程当中，每个人都会想说：“哎，你长大要像谁？你长大要像谁？”我相信现在这个时代，一定有人想说：“我以后要跟露露一样。”哎呀，不敢当。没有没有，真的真的，我觉得，可是要让人说出这句话是困难的。嗯，那一定要有一些可以去，不要说追随，就是让他们会觉得说要去往那个方向去前进，很难得哎。我在看到你的第一眼的时候，就觉得。天哪，就是有一种仙女下凡了。你在那边，哎呦，安建安哥，哥讲话是哦，你讲话真的很实在耶，真的，拜托。我第一眼见到你，我也觉得说，怎么可能会有潘安在世？我真的觉得你真的讲的也是还蛮好。哎，已经，我们今天就粉丝人数逐渐的下降当中，有有有，我知道，大家都已经我们赶快拯救脱离了。对对对，不要这样，不要大家不要走，开心嘛，张恩培。没有，我们刚刚都是彼此开玩笑的啦。没有啦，我们是讲一些实话，就互相。你知道，在这种节目里面，还是要互相加油打气。哎呦哎，我可以，我们现在也可以看，对不对？我就是很担心没有人来。有啦，已经哎，等等，100个也是朋友啦。其实我天哪，你也太多个人 ，app 那么多，然后都没有。点，那你下载那么多干嘛？对，哎，我其实看那些 app 我都没有感觉，哎，为什么宕机？对啊，你为什么宕机？开太多了啦。我好像真的都开太多了。真的哎，你都一个都不关。哎，那我再看一下，你要先看一下你粉丝人数，现在已经来到了，自己说啦。10524538649，小姐不用这样子，你老花眼了。那是统编。对啊，快点，哪里粉丝数已经到达了100，虾米？哎，奇怪呢，我也是。你说嘛，谁可以7年就有100万的粉丝？来按赞，而且你很多网红都有。我懂，我明白，我明白。但是你是走那个就是精致路线，然后就是在这一条道路上就是一步一脚印的那一种。真的是几波几卡，真的啊。但是我没有说别人就是
不对或更怎么样，我只是说哦，你的努力就是大家一直都看得到，谢谢你。而且我觉得也很幸运，有、要有人看得到。而且100万身材这样子的，真的不是很多。你不要这样子，我们身材真的是不怎么样，但是我们是靠脸。我懂啊，我懂。对对，所以难怪豆花妹会比你还多70几万。她也有身材，也很有身材、啊。人家有170，对，我就意思就是说，像那样100多，就是比较能够说服别人。嗯，对，那她是有脸也有身材，对，都有都有。你像、你就连衣服都穿的不是。拜托，我今天还故意内衣外穿呢。我懂，厉害。刚刚还在找针线，说想把它缝好，因为怕说撑不住。她是一直流下去，没事没错。我们从刚进来到现在都没有认真正经的介绍你专辑。我刚来的时候还怕这样，他说我们有办法聊一个小时吗？他刚刚跟我说直播要这么久吗？然后我就跟他讲说，我们就是瞎聊，对啊，但我们都是谈真心话。刚刚到现在，那要玩大冒险吗？好啊，好，输的人要干嘛？裸奔？不要这样子。然后节目一结束之后，主持人被抓走。不是，那个坚哥在哪里？我们刚刚去看守所看他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裸奔对别人来说，如果是一种眼睛的伤害，我们这样做就是有失公道。不好意思，可能有的人会想看我裸奔。我真的觉得你真的想很多，不要这样子。我们也是我们的市场，拜托。我懂，我懂，但市场不大的时候，就去超级市场买东西就好了，干嘛那么讲市场？好啦，我们来看看。看看有谁什么都想要去批发，这样不好。VK 客是今年金曲奖有来走红毯一个很厉害的制作人，所以你的朋友都来了，他很厉害。看一下啊，那明星本身小编自己，小编自己很爱留言，对对对。什么没走哦？他们都没有走。你有要点名吗？我看一下不是最爱说是叫我叫我妈。为什么来你这里留言都不会叫你叫他？不会，因为他们知道你不会叫他。对，我是他们没空叫他，说叫什么叫啦？就直播在聊天啊，一直叫你名字干嘛、而且你要，譬如说你真的也称赞我一串很长的，我就觉得很好，我再叫你。哦，对不对？了解了解。或者说叫我叫我叫我 好啊，那叫我。可是我们都会送别人那个你的拍立得。真的吗？对啊，好啊，送啊。所以等一下还是要有署名，就你等一下还是要选三个。好 ，OK。所以现在黄璐子英小姐想要送拍立得的条件就是，你必须留言一长串都是对她的赞美，让姑娘看了芳心大悦。没错。然后她就会这个地方，我就会翻牌说好，我送你一张拍立得，送你一张拍立得，我赏你一张拍立得，是上面还给你署名，是这样子。对对对，大家都不想要了。对啊，姑娘开心就多选几张，姑娘不爽。就只送一张，门都没有。门都没有，就只要走窗户了。哦，好，没关系，幸我也没有想要。不要这样子。你们如果不想要，现在、你们就留言 pass。不会，现在这个现在这个月份，你的相片应该是一个。时间到了，我会提回家。就是还蛮好的啊。你到底有没有要送我专辑？有有有，因为我在后面已经预藏已久了。对啊。李春花终于拿出她预藏已久的专辑，要送给建安哥，因为今天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开箱文。是，对，然后我们就什么，就等于是从五大唱片直接拿来，真的，而且都没有红，现在也没有那个标，不要再讲出来，没有红标这件事，对，大家会知道我们的那个。最新消息指出，因为我之前不是去那个五大唱片，然后你要把人家放第四名放第一名吗？现在呢？据消息指出，现在已经在那一间是第一名了。你确定他们不是为了安慰你吗 ？Nope， 因为我有眼睁睁的看他从第二名。然后呢，再变成第一名，并且不是我自己放的。真的假的？天哪！所以你会有微服出巡去看自己唱片销售的状况？我会那个易容是不是？真的吗？不用易容，我就素颜去就不用。哦，对对对，不瞒你讲，讲到素颜跟化妆这件事啊，刚刚那个露露在贴那个假睫毛，对，双眼皮。然后我很没有礼貌的问他说：“那你要贴一下假睫毛吗？”然后他说：“我贴了。”他贴好了。你还不是最过分的，你知道那个我们大热门的制作人多坏吗？什么？上次我们就在那个休息室，我在推荐说，我跟你说这个 new bra 很好用，因为现在就是我们如果穿平口的有没有？然后就贴 new bra 或什么的，然后那个很厉害，那个是充气的，它原本是平的嘛，那你贴上去之后，你可以充气，充气之后再把那个 gu 短拉紧。他就会集中，然后我说这个很强什么波波小姐什么好强哦，然后后来，然后我说你OK， 那你赶快充气啊，然后我说我已经充气了，QQ， 我已经充气了。我觉得你的朋友都对你很好多过分，我已经充气了，还叫我赶快充气啊，我已经贴假睫毛了，你还说你贴了吗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想要看你就是炯炯有神这样子。
还不够有神吗？对，但是不要炯炯就好了，要有神。好，嗯，哎、欸，快点啦！好了，快点啦！我要得到礼物，千人家家，黄豆子音海，这专辑的名字叫做《美小鸭》。天哪、啊，从小鸭变天鹅，美小鸭就变嫦娥。不用，也不用配合中秋节一样变长了。你怎么知道我的用意？我想说下个月就到了，希望你可以在那个时候改版，然后就穿古装啊，然后就可以奔月。太莫名其妙了。对啊，我刚刚看那个主视觉，感觉上就是一个这样，从城堡出来，那就下一个就吴三桂跟玉兔啊，不是那个吴刚伐桂，吴三桂是开，吴三桂是开那个清末明什么满清的时候把门打开让人家进来的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对啊，那不是吴刚伐。没有跟露露讲话要稍微注意一下。我不用啊，我也是荣幸让你签名吗？我就是要，我们就在开箱文，然后签名的。好，先介绍这是什么东西？假链带。预购的预购的那个啊，这个就是说希望它不会滑动，它没什么用，就只是撑起来而已。哦，好，就是让它看起来就是哇，那这只鸭子是谁帮你？我妹妹画的。你妹妹？对，我妹设计的。你家里的妹妹还是你什么干妹妹？我家妹，我的亲妹妹，她是北艺美术系，然后她原本一直都很会画。她本名是？她有偶包，她不想讲。那你给她一个艺名？她叫玛丽。玛丽，黄露玛丽。对对对，大家都叫黄露玛丽啊，真的。她很厉害哦。所以她用黄色跟。因为她，我觉得那时候跟她说我想要做一只鸭子，然后她就。为什么要做一只鸭子？其实我们最早哈。是做一个鹅，哦，然后我们称呼它为老天鹅，哦，就刚刚是一个男的，那个老天鹅，对，哎呀，我的老天鹅，然后原本那个鹅是一个男的，好好听哦，等下会更好听，好，今天要一直唱不停，人总是有个优点嘛，外观找不到优点，没有啊，你身上都是优点，你真的没有缺点 ，no bug，no bug。No， 没虫，没虫。不是啊，我是用一个 bug 的状态来形容一下你的完美。哦，好，对对对，谢谢。No bug, no leg。就是我们直播不会那个哦，好 ，OK， 清晰，赞，对对对，保证流畅，保证华丽。好，我们继续来谈这个露玛丽的，对他帮我设计，然后因为我刚刚一开始是他是男的，然后我们就，所以这只是男的，原本是男的，他的前身是男的，然后因为后面我们写一首歌叫美小鸭嘛，所以我们就把那个鹅把它改成鸭子，然后让它变成从男生变女生，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想要有个鸭子是它是美小鸭，可是它。不用太漂亮，不用太可爱，他要掰碎掰碎，掰碎啊掰碎，然后就有点像我这样，然后哎、欸，我觉得他比站的 pose 好像你哦、喔，对啊，整个根本就是你的一个，所以我妹在画这个的时候，画这个鸭子的时候，她的同学经过说，哎、欸，这只鸭子长得像你姐哦、喔，所以她就成功了，哦，真的，嗯、真的有成功哎、欸就是，就很像我，有她连她应该也没有装假睫毛吧？啊，我看一下哦、喔，一点点啊，有装，她用重的，就跟你一样，就是装一点点的，对，装一点点，就不是太浓的那种。嗯就不是华丽的鸭子，就它不是真的太漂亮，是美丽的鸭子，美丽有自信的鸭子。而且你越来越美丽耶，你有发现这件事吗？哎、欸，我真的有发现哎，我真的是认真说的啊，我也认真的啊，我很认真的。哎、欸，不是你去看看我过去，我四年前主持大热门那什么样子？对啊，那个脸很像刚出车祸哎。然后那身材好像坐刚生完，然后坐月子的有太太哎，所以是工作忙碌让你瘦，让你美，然后让你变成瓜子脸。哎、欸，对，天哪，我是因为没有动刀动枪什么。没有扎针啊，埋线啊。我有埋过腿，我以前大学的时候我去埋过腿，可是太痛了，然后没有用处，我就没有再埋了。啊，那脸上呢，就天然的雄厚，嗯，非常当。啊，不要这样子，不要这样，皱纹还是要有一些那个控制，不要让它出来。嗯，有的女孩就是你知道，爱笑的时候笑容不错，就是笑意满心就好了。啊、我之前因为我笑都笑太大，我这样哈哈哈。然后就被养成、欸、不会老师赏你饭吃哎、欸！你这样，你刚刚笑成这样，都一点都不聊。哇！我这边已经笑到，因为我太常大笑，笑到这边我你说法令、哦、脸放松，对，会有法令纹。不会啊，法令纹是代表一种权威感的、欸。不管你去外面像老师，我这就是才二十几岁就有权威感。哎、欸，所以啊，搞不好你以后成大事业，谁知道你会变总统夫人，还是自己当总统？嗯，不要，我不要当总统。哦，好，他们先不谈这个问题。哦，好，这个差的有点远，突然。好，这边、欸、开箱文嘞，哦，好香哦。哎、欸，这个还好。开箱，你不是我要开箱文吗？哎、欸，这个还好。是我们刚好哇，真的，所以他还有连这个东西，我帮你拿麦克风。好，我自己把它打开。好，哇，好开心哦。它有点难度。对，你可能要搓一下那种。没关系，我一定要拿。就今天没有把它完整打开，今天节目就没有要结束。
这不会很难，这不会很难开啊。好，那开了。哎，好，耶。哎，有一种那个爽快的感觉。这样就能爽快，因为你刚才标准很低耶，拔不开啊。然后你现在整个人就是火气都上来的时候，他突然就啪这样子，啪嚓，茅塞顿开的。我想还有还有，嗯，它是透明壳，哎呦好可爱哦。对，它是透明壳，它正面跟背面都有，让大家心情很好。然后露露带你在一个爱的城堡里面，对，因为我里面有首歌叫赖床公主，赖床公主，所以公主就要有城堡。本身你自己也是蛮想当公主的，啊，不是，我本身就是公主。所以一旦我发烧流鼻涕，我就是有公主病。我了解，我了解，我了解。对对对，公主都是比较有一些就特殊的状况。所以曾经有想要去应征一些工作是公主的吗？还是？我其实很想去迪士尼当公主。哦。然后有一次本来有节目真的可以让我去了。迪士尼公主，三二一，开！哎呦，这是什么来？我来了。哎呀，你们节目颜色太漂亮了，是不是？简直就色泽完美。有没有很喜欢？很棒哎！然后这边有两，哎，等下还有哦，还有这可以先前，因为它是这个是公猪，赖床公猪，赖床公猪。你看他们在睡觉，有有有，然后有闹钟，所以是赖床公猪，好可爱。然后连这一个 CD 上面的那个都好可爱。对啊 ，CD 是这样嘛？然后所以那个小你在 CD player 里面开始转的时候，它就会很像小鸭在游泳。好，那我们先来，我们要唱第二首歌是 CD 的第二首是《橙子歌》。橙子歌，我转一下，然后慢慢你自己唱好。好，来，已经开始。第一句是什么、啊？我哪知道？你问我。陈志哥，你可以从你会唱的那一首。那我们快转，转到你会唱那里。小小姑娘她是公主，却起不了床。你没有转，她停了。提着裤子，揉着眼睛，回到了床上。我起不来，一年有365天。为什么是爱睡觉，我是起不来。这首歌的用意是想要传达什么精神？你说赖床公主吗？啊、因为我本身很喜欢赖床。哦，真的、哦？我真的非常喜欢赖床。看不出来耶。没有工作的时候啦，有工作当然不会那么白目在赖床、啊。那你这个月应该没机会赖床吧？忙死了。对。对。你有多久没睡好？我其实哈，我每天都睡得很好。哦、真的。哎、不要把我的 CD 弄坏，不好意思，他应该先这里折下来。好，你还没开箱完，这里还有。箱完。哦，这里还有你看这不是有一个眼睛吗？有哎、那我把它拿出来。好。那你帮我拿来嘛。天哪，被露露拿过 CD 有原味的手印你看小鸭在里面。哎呦。就打开以后就是一个公主的概念，公主从她的房子的那个窗户看出来。这个是她的南瓜马车，然后你这样看里面会有小鸭子。在走路，真的耶，而且它有斑马线可以走，还有带只小鸭，都有拍到吗？有，我刚好看到了。啊，歌词本长这样，怎么那么可爱？很可爱、天哪，你看吧，就嫦娥奔月的概念嘛，它就是真的耶，被你发现了，嫦娥奔月。我就知、然后有大量的漂亮的我，我真的觉得大量的。我个人是觉得一张 CD 颜色可以套到这么多层啊，也大概就是成本都没有再顾虑到要多么的对啊精算。就是真的很漂亮认真弄起来，这应该是小朋友最爱的 CD 了吧？真的，因为是很像童话书。然后这个有去我们去瑞士的照片，这是真狗哦，这不是合成的哦，真的狗，好大一只狗哦，很大对不对？对啊，它是成犬，就是圣伯纳犬，在瑞士，跟你一样高的状态了。它就是这么大只哇，好漂亮，很惊人哈。然后后面是雪山，好漂亮。这女孩谁啊？真的很美。It's May。真的。然后我穿的瑞士传统服，这样。那你为什么不要站起来？坐着比较可爱啊，就跟他一起看远方。你怎样都可爱，知道是老实话。我真的觉得是。帮我折好，不要乱用。人数又掉了，有人滑下去吗？不好意思，他们受不了我们这种恶心的谈话。没关系啦，我们也没有，他们受不了，他们等一下可能会再看一次。好，我帮你放。帮我放好。哎，来人啊，签名笔呢？在哪里？这不是有个这个啊，安安大明星的，就是我们制作人随时都想要，这些都是他自己手工做的，对啊，你也知道，一个他现在是个爸爸，他还没生小孩之前更用心了，这样子讲，没有，他最近小孩就是你知道，就需要打预防针，你知道，对啊对啊，天哪，黄璐子英小姐正在帮我签名哇，还有署名哇，好骄傲然后署名还署错，没有啊，是对的。对啊，哎呦，本节目啊，从开立社以来，就是一直想要请黄璐子英小姐来上节目，可惜一直没有什么作品。
你小姐你忘了拿麦，然后我一直说，而且你放在那个地方，我不好意思拿，你可以自己拿起来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那我这样夹着，对，一边这样夹着。哎，我帮你拿夹，这样不好看，不好意思，一个女孩子家不要随便夹一些东西在。OK， 没有想说这样子就比较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就你好歹你也是小孩的那种。就是算是姐姐，儿童界的巨星。拜托，你那个什么哆瑞咪的哆的，不是还让你入围？哎，对耶，我有入围儿童节目主持人奖。而且那不就是你人生当中一个很想要那个的梦想？对啊，那这个梦想是已然有一个这样的小小的一种成绩，有需要用里面一首歌来呼应一下这件事吗？清唱个两句来听听。你说呼应这个，就是你儿童节目的入围，然后是一个梦想的达成的概念。嗯，没有相对应的歌，没关系，但是这样，那就随便唱一首来庆功吧，不然你唱个啊，那啊就吃点心啊，因为入围了以后就可能大家就可以吃比较好，吃点心，正餐之外就有点心。那你可能借我歌词，我真的觉得一个人把自己的歌词都没有记在脑袋里面，不是出来做什么宣传？吃点心的歌有多多吗？因为那时候我们这首歌的曲啊，是我们跟日本买的， yeah. 然后呢，这首原本他日本的曲啊，他的词是从第一句到最后一句，然后我听那个唱歌的人啊都没有喘哦，真假的？对，所以那你等一下也要演一种都不能喘气的概念。好，欸，我真的很会乱点歌，点到一首这么棒的歌，真的很厉害耶！开玩笑，那这个音乐可以帮我换成吃点心吗？音乐可以换成吃点心吗？这是声控的吗？这是没有办法有声啊，导播没有听到吗？没有 CD， 哎，欸，我没有 CD 哦，没有那首歌哦，啊，对啊，它是播 CD， 它可以播 CD 吗？哦，可以吗？啊，不是我有困难的，欸，啊，不好意思，哦，不要为女人，不要为难女人。你刚刚也是有跟她见过面的，好吧？一个女导播就是今天不是男明星来，她已经很呕了，真的。她最开心，啊，我下次介绍一些男明星过来好了，你尽量介绍颜值好一点的，像上次古雨薇来，她整个超憨，那一集她都不想收。你说超憨还是超憨？憨，你怎么那么过分？超憨，超憨，又憨又憨。然后古雨薇在遥远的地方跟她打招呼，然后她就立马回应，没有秒差。真的超夸张，胡宇威都吓到。好，那我介绍一些，胡宇威也都是心慌的。那，啊，如果是就男明星，如果是汉典那种，他会开心吗？也会，也会，也会。嗯，开心的状态不太一样。你明白？我说汉典来有什么好开心的？有，也算是一个人生看到一个这个伟大的盛典。好，那你到底要不要唱歌？找一下哈，吃点心有点难。不会啦，很长哦。一辈子到底够不够我来品尝？好多好吃的怎么办？如果说连吃都需要小心翼翼，那要怎么开心？真的好想吃点心，却有一胖的身体，我怎么办？遇到生命最难的选择题，肚子咕噜咕噜叫，不知该吃哪个好，有冰淇淋，还有黑森林蛋糕，好喜欢打扮得漂漂亮亮，妆也不能胡闹，跟着姐妹四处找，最美好的味道多，糖布丁、苹果、麻烦杯子、蛋糕，我只想要拍吧拍吧，吃吧吃吧，噔！哇，是不是都没有逗号？对，就是这样。好厉害哦！而且你唱起来好像那个真善美哦。哦，为什么呢？你唱歌好好听哦！我在赞美你耶，你还有那种真假音在那边转换呢，然后在那边。咕噜来咕噜去的那种，咕噜来咕噜去。一首歌，他的日文歌词也很可爱，但他的歌词原本日文的歌词好像在讲什么风和日丽什么的。天哪，你这是一个是唱歌的练家子呢？当然。对呀，啊，你可不是乱出片的。我们这个很真心的。我懂，我明白了。你刚刚在那个几个音色流转之间，然后让人感受到，是的，这首歌好适合去参加《中国好声音》或是什么的比赛，啊。哪适合？这首歌又没有什么很难的唱法。你怎么知道？他搞不好唱上去，他可以自己改成他的版啊，他可以在那边 rap 一下。现在不是又。对啊，是不是改成大歌？你改天在大热门里面就直接把它改了，好吧，我试试看看好了。拜托啦，因为其实这首歌它是很少女的。我懂啊，你很少女，然后少女有很多种个性，不一定都甜美。你说有些少女是吃点心吃，然后会把那盘子这样摔地上。当然 ，of course， 有些人蛋糕拿上来就觉得不够甜，也会不开心。太不甜了吧？对，是那种概念。这种蛋糕你敢摆上来给老娘吃，你不要命了哈？告诉您，里面还有一丈红呢。您吃完了之后就谢谢了。什么？没事，啊，没有，这个是一个很可爱的歌啦。明白。然后他就是说，吃点心，然后我只想要拍吧拍吧，吃吧吃吧。因为我们少女们不是去吃喝下午茶都一定要化全妆吗？然后穿得很漂亮。是。然后呢，一定要用敷底啊，或是B612这些拍照软体。
明白，美图，然后拍实物之外呢，还要跟姐妹们自拍，然后打卡在一个很可爱的咖啡厅里面，嗯，然后这就是一个悠闲的下午茶，所以才取名叫。所以现在就是鼓励各大甜点店可以用这首歌在里面不断的播放。哎、欸，对啊，我其实蛮想要拍这支 MV， 但是因为这支我们没有要拍 MV，、嗯、不一定哦。不过如果各大甜点店有听到这首歌的话，我觉得明天就会有人跟你们制作人或经纪人联络了。嗯，搞不好等一下就有。这很值得、欸。结果最后你可能是吴宝春会这样去、啊，好像不太适合。吴宝春适合吗？宝春是过来为什么不适合？你怎么这样想？我只想要，因为他这边有嘛，跟着姐妹四处找最美好的味道。呜，宝春的面包真的好好吃哦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好像可以，好像也是可以。对啊，便利商店的面包也可以唱啊。Seven Eleven 的面包，还有吴宝春的面包，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黄璐子怡没有什么不能做的事情，他就是机智。刚刚唱完这两个，就麻烦自己找他代言。好，拜托了、啊，不然我们都帮他唱了。对啊，他怎么好意思？拜托帮我找一下。经纪人好开心，都觉得今天来这个地方可以捞现成，就主持人还可以帮你兜钱。对啊，我们就是来这边凑一些找一些代言。没有凑一些什么，我觉得就是黄璐子怡小姐现在就是一个气正旺的状态。不要这么说，认真的，谢谢你。三座金钟在这里，都没你一个人在这里闪啊。对，说到这个，这是真的金钟奖、欸。你要试拿一下吗？我帮你拿。等一下，你假装是颁奖人好了。好。我预言一下，好好好，哎、欸，所以你希望我，你假装你是要搬，你先搬，你想要得哪一个？你想要，我都想得啊，我知道，我们练习两个好了，练习两个，练两个，你先练，儿童，哎、欸，我叫你剪那个入围名单，你有帮我剪吗？啊，没有，这次我又忘记了，你先练儿童少年节目主持人奖，哦，儿童少年，接下来我们要颁的奖项是最佳儿童少年节目主持人奖，我们先来看入围名单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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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好紧张，好紧张，到底谁会得奖呢？哎，不好意思，你那叫魔法列车哆瑞咪吗？啊，是是是，好。哎，很少有那个得奖人就在只在颁奖人旁边，对对对。好，来喽。好紧张哦！哎，台下大家现在有想要去尿尿吗？这是老梗吗？对啊，卡给你，卡给你，卡给你。我们来看得奖的是。三立电视股份有限公司《魔法列车》哆瑞咪黄璐子英小姐，还有简尚仁老师，简尚仁老师，恭喜！快颁给我，颁给我！恭喜黄璐子英小姐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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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谢谢！哎，好重，好重，好重，哎，好重，好重！哎，说一下得奖感言，好多小朋友在等你说啊！哇，好重哦，好开心哦！哎，虽然只是预言，但很开心哎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！哎，有种很开心的感觉哦，好开心哦！我很认真帮你拿的这支是主持人讲的，主持人讲的，嗯，哎，这是碰狗跟徐孝顺老师，对对对对，哎，好开心哦！那你要不要预言一下那个无厘头的奖感言？可能还没写好，对，我还没写好，我其实还没想好哎，没关系，我要好好的认真的拟它。上去也会唱 bra 吗？只是我刚刚看到镜头一边歪掉了。没有，我是比较关心，就是比如说我会瞧好再上去的。哦、好好好，这东西应该穿礼服吧？会啊。啊，好想看哦。对啊。会平胸吗？那是我现在的状态。我你要说是平口，平口，说平胸，礼貌 ，respect。OK OK。好，没礼貌，这人是是没礼貌，没礼貌，是礼貌是属性嘛？唔过呢，好，我来讲一下感想一下吧。啊，好开心哦！好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这是我第一次主持儿童节目，然后就得了这个奖。好，谢谢简尚老师，还有，我还有是跟三只青蛙。哦，有哆哆瑞瑞咪咪应该也会一起来，谢谢大家哦，谢谢三立电视台，谢谢谢谢，然后谢谢建安哥颁给我这个奖，真的真的，我好希望我也可以去颁奖给你哦。对啊，哦、好棒、哦，你会来吗那天？如果你有邀请我的话，我目前那天应该是没有排什么工作，因为所有工作被你抢走了。我也以为三立也会来支援、欸，哦好好好，大家会来现场。那我们当天就为了你，就是不然我们去开个现场安安大明星。哎、欸，好 啊，然后你可以来吗？可以啊，可是你那么忙，你要忙领奖哎、欸，超忙的，啊、真的。是不是？但说不定也会没事。不要这样说，不要这样说，一定很忙，一定很忙。但是你领那个领完奖，那后台发表完感言的时候，再到安大明星的柜台。那你再把那个搬去嘛，对不对？那个有你有没有什么背板什么的搬去？哎、欸、不好意思，发现没有背板。对对对，到时候那个制作人到时候一定会去生一个出来，生一个好。对对对，哎、欸、好酷哦、喔！恭喜得到第一个奖，谢谢谢谢，这是我第一个奖，我要去媒体中心了。好耶，谢谢哦，好重哦、喔，老师好。哎、欸、好重、喔、好哦，没想到金钟奖这么重哎、欸。好，要搬下一个了。下一个奖项了。好，
接下来要颁发的是最佳综艺主持最佳综艺节目主持人奖。综艺节目嘛，最佳综艺节目主持人奖，我们来看一下入围名单。正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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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奖，好紧张哦！今年入围的人都是大咖哎、欸，有超实力坚强，你跟大咖对，哇，好厉害哦，是三个人。恭喜三立电视台综艺大热门吴宗宪、黄璐、子英、陈汉典，恭喜！谢谢，颁奖给我，颁奖给我。谢谢，哎，露露你又来了，真的好忙哦，来那么多次。哎呀，这是我第二次上台了，真的好开心、哦。我把这辈子的运气都用完了。还没，还不要这样说，就今天的运气都用完了。没有没有，还没用完，还有一个奖、哦，还有一个奖、啊，最佳综艺节目奖。哦耶！还在用，慢慢用，慢慢用。我再上来的，要送啊！耶！恭喜！我发现这个奖。做啊，是可以把台湾搞成公司的。哎，蛮的，所以你啊，就中邪了，刚刚喊了，就是表示你就以后就是一个掷地有声的、有分量的主持人了。没错，而且你还有一种水蛇腰拿起来当哑铃的感觉。哎，我真的有肌肉，你看，我天哪，我真的觉得这个好重。当一个人已经没有胸部的时候，他就会想在别的地方做一些特别的练习跟刺激。对，你看，所以平常有去健身房配合一些性感的表情，尽量。哦，这是我金钟奖。来，性感一点， oh yeah. 我先尽量出镜，让你一个人性感的来。Lazy baby, this is my 金钟奖。Golden bear、yeah.。我是个爱赖床的公主，搭配华丽睡相当作制服。王子还在路上，我在睡下。我错了，这个画面好奇怪哦，我也觉得真的好重哦。没关系，你开心我们就很开心，就不小心又打一首赖床公主的歌曲。啊，好重好重，还蛮好的蛮好的。但我喜欢这种重的感觉，这种就是天下送分量，这是分量。对，这表示就是人存在的一种状态。没错，感受到你在这儿，没错，这样子是不是那种感觉 ？I get this award。哇塞！得两个了，得两个，两个了，我得两个了，三个，对不对？还有最佳综艺节目奖，对啊，就大家一起，大家一起嘛。对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等一下颁奖的状况。露露先到那媒体中心接受，谢谢，我要去拍照，我要去媒体中心了，那不然你再见哦。我得两个，然后就真的走了。哎，好，先回来，先回来。哪里有媒体中心？有啊，这里就是媒体中心，这里是三立新闻网跟 Vito 的媒体中心，对。哎，好紧张哦，露露啊，那露露刚好那个，然后跟朋友哎得两个奖了，就台下现在演练台下的状况，哎得两个奖很爽哦，哎拜托很厉害哎，这个时候就给你讲了，真的，我们要预演各种状况，要我们要预演，然后就刚好跟他拍照，哎，所以你会流泪吗？还是你会？一定会流泪的吧，你哭得出来？这个如果真的这个两个连鼻涕都会喷出来，不要告诉你不要，可以不要喷鼻涕吗？然后那脑汁啊胆汁都喷出来，喷太多了，遇水则发的状态，你这个是。这就是喷乳汁啊！但我们现在目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喷。我懂，他现在也还对，生完小孩之后啦。对对对，第三个奖要先搬。哦，啊，可第三个奖应该是大家一起上台的。对啊，你会想要，按住大家一起上去，你可能会比较想站在哪个位置？就是东西南北靠哪一边？有也有差吗？有镜头就好了。真的，有镜头的位置最好了。嗯啊。如果在北方，然后没有拍得到，我觉得不会。真的靠北边走。我觉得如果是综艺节目奖的话，就变成是应该制作人上制作人对，然后要让他们站前面一点，他们是最辛苦的一群人。真的，那我们来看看入围的有。啊，这个也要练吗？我觉得我们先练个人奖就好了。没关系啦，一起练，一起练啊！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那我们来一起当颁奖人。哎，露露啊，就是这一阶段一起来颁奖。哦，对，我们前面要先讲一些尴尬的话。对啊，哇，露露刚刚已经上来得两个奖项了耶。对啊，接下来我恐怕会再得第三个奖哦。真的，人如果可以这么臭屁的话，来到颁奖典礼现场，真的也是很故人怨呢。对对对，是不是？对。好，我们来看看。所以就想又把这个奖带回去的意思就对了。一定要的。对啊，你今年这么好狗运啊，可以入围这么多。因为多谢哥的福。可是有一个奖项跟宪哥没有关系啊，那是做简尚仁老师的福。哦，明白明白，所以我都有大哥的庇荫。那自从入围之后，有到各大庙宇去求签啊，或是今年有特别穿什么红内裤吗？还是大家会关心我穿什么内衣裤吗？自从你跟我们说你的 size 来买以后，我们都很想知道说那种 size 有没有这样的颜色，其实会关心的。哦，好吧好吧，我后来找到一间日系的。内衣品牌店哦，整面墙我都可以买，怎么样？厉害了吧？恭喜你，人生终于打到了一面墙的内衣了。是的，
辛苦了，下半辈子之后终于有内衣可以穿。还是怎么样都是有的啦。你才买不到内裤嘞。为什么两个主持人要互相攻击？我也不懂。你买不到，你才买不到内，你才买不到内裤嘞。就是对，就是。你要买比较大件，腰够的时候，那你腰太细了。对，然后那就不好吧。还说来说啊，拜托，我们优质的网络直播节目哎，整个你们播几集啦？他都算不出来了，七十几集啊。但是就是会不会今天整个话讲羞耻？不会，太一直在讲聊一个太恶心的话题。没有，我们今天整个放很开的。我们今天找你来就是希望，就整个状态当中就是比较呈现出一种这样的情形。先为这个状态先唱首歌，我们再来颁奖。啊，你刚刚不是哦，要先唱完？当然啦。哎，好不容易上台不打歌，你这样子不太浪费了。你说对吧？颁奖之前，颁奖前还在那，就是最好把你这个专辑八首歌嘛，对，串成一个大概一个就是一个像。大家 KTV 最流行那种歌一样，就是 K 歌之王那种。K 歌之王的概念，好，唱一下。我想一下，配合现在此刻就已经得了两个奖，然后即将颁第三个奖。还是张不开，又能眼皮太黏住，治也治不好。我情愿拿走我的杯子好不好？我不知道按了几个小水片刻，小水片刻。小水片刻，我是个爱赖床的公主，大片双眼就能感到满足。我也不想赖床，闹钟丢地上，太阳晒屁股会越晒越舒服。我是个爱漂亮的公主，别人刷地水想当作制服。还在路上，我再睡一下。我的现实就像童话，谁来都叫不醒，叫不醒。啊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真的可以看到一个天后唱歌唱到脚都缩起来，我觉得这个画面真的是很经典呢。你知道最后那有几拍吗？哦，我懂我懂。可是你真的是很，我明白，看是一口气这样可以把它唱完，真的是实力派哎。那我可以得奖了吧？可以可以。好，那真是没有忘记啊。好，快点快点，最佳综艺节目入围的名单有。嘿，露露会很紧张吗？紧张。入围耶。对啊，安大明星都没有入围，什么节目啊？什么节目？是不是有综艺大哥的？是不是前面名字有综艺的？该不会是综艺大集合？哎呀！烂透！整个弯腰！恭喜综艺大哥！大热门！紧张哦！对啊，你今天也拿三个奖，真的，因为他刚讲出综艺大的时候，我都很怕哎，好险是大热门，大热门，大热门得奖，大热门啊，好险哦，吓死宝宝了，好险，就希望到时候颁奖人不要讲错，不会，人家不会讲错，因为有时候有些路上遇到一些民众，他说，哎，露露，我你的综艺大集合就好看嘞，我说，哎，大热门吧，啊，你用安尼甲讲下，我说嘿，我说大集合先是瓜哥啦，啊，我大。热门是宪哥啦，还无讲啦呢。嘿，老刘讲解释，你看我们调理阿姨啊，看谁阿姨啊，想骂我，给你挑落哦。好啦，谢谢阿姨啦，谢谢啦，好，三个都得奖了，得，就是人生今年也算是个大圆满的概念，大圆满，一定要，我们现在大三圆，有一种预约，希望露露在台上就是这种开心的感觉，好，一定要，托你的福气。一定要的。安大明星如果可以这样子帮你这样成功的做这样的预言，我们也是真的是与有荣。哎，大胆预言，再拿出来再继续播。好，播不到人的时候，一直拿出来重播。你没有播重播过？啊，没有啦。但是他们可以怎么重播？网络上大家自己可以一直点。哎，看有没有留言赞美他了吗？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对啊，你要开出了一个作文的要求，有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人留言，真的实在让人觉得很遗憾。没有人留一些夸张的言，然后真的没有什么人想要照片。哦，有 Ada， 你人最美、最真、最聪明，认真一人，像你原本老粉会一直表扬你，谢谢 Ada， 他是我的
老粉丝了啊、哦，真的。不是说他年纪大，我明白，是他已经就是跟你在一起很久了。对，哦，谢谢你。哎，为什么？有一台比较大台的，可以给老花眼的露露滑一下。我拿很近啊，我刚有这样吗？啊，没有没有，也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哎，我们居然已经播了44分嘞！对啊，到底有什么好聊的？有聊这么多这样？有啊有，我们不断的在创造一些那个，有国民聊天王就是本节目。国民聊天王，对，键盘哥，希望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这个达成。有，跟你这样聊起来，就我们今天也没有对稿本啊。对，很厉害哦，这个节目是没有任何装档的。没有没有，哎，本节目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，其实还有一个仪式，就是就跟来宾一起丢装档。然后制作人太受伤了，他觉得我们这样不应该这样对地球。他有一天直接就问我说：“这样跟他今天还要印 round down 吗？”我说：“真的不用印了，反正也会丢掉。”不是，他就是 round down 都是寄给经纪人看啊，就是安心而已。哦，让我们安心一下。所以他打电话来说他对什么流程，我说：“哈，哦好，就会有一些官方的说法。嗯，我们现在来的话，大概会从45斤开始谈起，然后谈到国小的教育，进入中学之后还有大学的志向，还有大家未来对教育的方向的期许。”请问是访问谁要聊45斤？露露啊，我。啊、拜托，您在这个时代里面也是非常。书有哪四书啊？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。哎呀！快买下几台，你的专辑全唱过了，来。我查一下有没有讲错。当然是啊。哎，其实我看一下哦。在露露在查四书到底是哪四书的时候，就由我来帮您。放送一下露露美小鸭专辑签唱会哦，9月10号礼拜天下午2点半，在台北西门町联合医院广场，就是走到里面的那个广场。对对对对对，你在查字数吗？真的认真在查字数吗？对啊。哎，可是我的网络现在卡住了。哎，不要这样子，一定查得到的。哎，你可以帮我查45斤吗？真的，天哪，大家忙起来查哎。对啊，因为我一直忘记这个。大学中没关系没关系。左传春秋那是什么？左传春秋那个就。哎，一样哎 ，bingo bingo， 噔噔，恭喜你答对了，啊、谢谢最佳直播节目主持人奖，寓教娱乐，同时又答得出45斤，实至名归，建安哥，呀，真是公平了，实至名归，谢谢谢谢，啊，你可以前往媒体中心了，然后没有主持人了 ，QQ， 真的真的，啊，那五书了吧，五经是什么？礼乐射，诗书礼乐易春秋吗？哎，诗书礼乐易春秋，易春秋，对吗？哦，我只记得五经，但我不记得四书。天哪，你好厉害！恭喜黄露子，一人一个得到最佳直播小博士来宾奖，谢谢谢谢谢谢大家，那我们一起去媒体中心了，烂透，好烂哦，真的。哎，还有，对对对对对，9月10号。在台北西门联合医院广场，对，哎，是下礼拜，哎，下下礼拜吧，对不对？哎，就是，下礼拜，哎，这个都在那个金钟奖颁奖之前。对啊，所以大家也可以来帮露露集气，打打气，集气，集气，对啊，对啊，而且是2点半，台北是2点半，台北2点半，嗯，然后9月16就隔一个礼拜的礼拜六，鸭婆鸭婆2点，哇，要去南台湾喽，呀，是一天当中我们会跑2个点，下午2点在台中中友百货，然后就是我的主场嘛，我带中档嘛，哎呀，希望台中可以最多人，真的。我真的很怕没人呢，7点在台南。你爸爸应该会去叫很多朋友，就是叫大5、6、8、8车队。对啊，在那里挤得水泄不通。要啊，就整个把他。哎，记者说现在目前人在台中中华百货，现在这边真的是挤得水泄不通，全部都是5、6、8、8，就是大家都来排班。对对对对，想要帮他看客人，都把他载过来。对，当天大家决定不要那个上班，就直接去那边停露露。对，来我这边，5、6、8、8停露露哦。对，停我，2点在台中中游，然后7点在台南南方公园。方公园。欸，跑两趟其实蛮累的，不会，我觉得这是那种小旅行，甜蜜的负荷，甜蜜小旅行，对，要啦，你也觉得很棒，去那边才能知道你到底有多红，不一定，有啦，一定，我又不是肾结石，肾结石现场会人有多少啊？你有看那照片吗？吓死我了，他把那个台中跟台南都这样啪。挤爆哎！所以你现在就是把你为一个想要超越的志向，请让我的签唱会超越肾结石，吓死我了！真的真的真的吓死宝宝了，吓死宝宝了！好了，天哪，希望大家一定要记得来那个露露跟美小鸭见面，嗯，因为今天来这里就是没有美小鸭。没想到太大了，我怕他这个门都进不来。美小鸭听说就去到各大小学的时候，就是相当受到好评。他去那个，我们是去幼稚园。哦，去幼稚园。对，去幼稚园，然后那个小朋友都很小，然后看到美小鸭，你看，一直摸，一直摸。
啊，那有人摸你吗？有哎、欸，哦，真的，因为我以为小鸭出来之后，那个小朋友不会理我，我也是。结果在小鸭出来的时候，有一些小朋友冲去摸鸭子、然后有一些小朋友呢，就是趁乱，然后跑过来跟我说，真的很爱妈，所以他们在下面这样。露露姐姐，我喜欢美小鸭，但是我也喜欢你，我两个都喜欢。哇，这样子好可爱、喔。那你就怎么回他们？我说谢谢，然后就抱他们啊，这样真的好贴心的露露姐姐。而且有一个妹妹很好笑，就是妹妹就是我们去嘛，然后那妹妹太喜欢我了，然后她就。我就一走出来嘛，他就是这样哇，全部的小朋友冲上来，然后通常是这样子抱你嘛，可能只是这样抱着，可是他是抱着我之后，然后手这样整个这样扣住，然后怎么样，就是老是拔都拔不掉，对，很好笑，占有欲很强哎，对。然后我就觉得那个画面好好笑，好像那个丧尸哦，就啪，然后小孩子啪，全部冲过来。小好好的小孩，你真想赞美他，你不能就想一些比较吉祥的。哦，对啊，你就说好像出来要抢什么那种限量商品的小朋友。哦，好。真的人真的。你真的是很会讲话。一点点，就是也没有什么别的才华，就剩下这个。哎，我觉得很好笑，那画面真的太好笑了，因为我在那个舞台上比较高嘛，然后因为他们太矮了，所以他们比舞台还要小，哎、欸，搞不好你会创下演唱会最多小朋友到场的姐姐，是不是？也有可能。那你围到红龙前场了，哎、欸，经纪人一直在看手表，然后我觉得他就是有一种觉得主持人讲太久。不会吧？没有，他是在回一些，就是应该只是在回一些讯息，他聊天讯息。觉得我们在聊，就是他不知道我们眼观四面，他不知道那里有反射就可以看到他的动作，是吗？那他的软体应该是一些。什么 B Talk 啊？哦 ，APP 啦 ，APP 啦，那个对对对，他是在到底有没有人留言要得到露露的署名的台历者啊？对啊，看一下。可以，可是这个他们正在留言，不能往前看。对啊，他都滑不到哎，他滑哪里？就是要逼制作人入镜的概念。他死都不进来看，他又绕过去那边，他去找另外一个。好，在那个聊过程当中，就等一下，我们会选出那个露露看起来爽的留言。那爽的第一个条件一定要够，好笑哦，字要够多，字很多，然后里面要都是赞美，又会唱歌，又会主持，又会表演，人美又实在，不要 copy 别人的，这是他自己打的，这个厉害。没有啊，就是说有人可以 copy 别人的，但自己在写，他就会量就是取胜。不会，他这个是他发自内心打的。而且我们希望今天，因为露露有100多万的粉丝，安大明星今天的粉丝专页可以先破4000就好了，对吗？我看一下，可以请帮我们加持一下吗？应该是那个啦。哎、欸，快啦，3948。对啊，才52个，然后真就是有点，对对对，大家可以先让安安大明星按个赞嘛。就差那54个了。50几个很快、你也知道，就是在这种下班时间，然后就一个，我们就是一个把大家来这里就是可以开心聊天的。对啊，大家在搭捷运的时候就可以看啊。我一下拎出来等。可以啊，哎、欸、这边，哎、欸、这里也有啊。啊、真的耶，看还有杯子好高级哦、喔！真的、啊，哇，天哪，杯子被你亲过哎，感觉受到你加持。哎、啊，你人真好。好、哦，你人不在赞。为什么我的衣服一直歪吼？阿都莫名卡，阿都一直撑不起来，气死我了。无啦，阿都。我妈抽几张啊？3张啦，我是这样想，要署名的。罗伯利说好想被抽到、喔，所以你刚刚 Ada 算有吗 ？Ada 算有，哦、Ada 已经有，那他还有2张，还有2张。此刻你就用你的手机滑得到的，就看到算他的，算是一个他的命。好，啊，我知道了啦。怎样啦？你们不是在留言吗？对啊。就是打那一串吗？嗯。我觉得现在可以换一个。你说。就是你们就跟我 promise 你会去哪一场？哪一场签唱会？那如果你没看到他呢？到时候，所以你相片要亲送吗？哎、欸，对哈，没有亲哦，你还是用寄的。就是怎么好意思亲送？你要摸着你的左边，左边说我会去，我会去。如果我骗人的话，那一张签名照我收到了，他会为我招来厄运。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你突然从美小鸭变成美巫婆了。巫婆，哇塞！就是你 promise 我，你真的会来。好好好，现在留言的想要用这种留言就省打字的。对。然后，但是你要真的会去哦，因为露露在那个下了小小的咒语。但如果你真的到了的话，它会让你幸福加倍，带来好运。好运连连，就你如果 promise 那场你会来，而你真的来了，真的来了，你收到这张签名照，你就会好运连连。而且这张照片一定会在露露签唱会之前先送到，你就带这张来说，哇，我来了，这样子。那我们等下署名的时候，他直接写说来台中。
来台南站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可以。在那个 Ada 以外，就再抽三个，再抽三个，就是纯粹就是他要去哪一场的。对，这样好不好？摸着良心祈祷吧，好好笑哦，是不是？哪有这种人啊？有啊，那我们为了要达到，哎，好，这个还不错。新区晃。最后主持唱《阳光局长》，他说他会来九月十号台北签唱会。哦，好，哦，他两个都做了，这个，好，所以他得到了，对，他很不错。星期晃，对，好，星期晃，因为他都有星期晃，哎，星期晃被他选到。还有他在那边看小孩的照片，对啊 ，Ada 也有 ，Ada 力哦，还是 Ada 力，好。所以还有一个，秀佳也有写，好好啊，他有说你哪一场吗？只因有你的出现，我们生活多来头，只为你骄傲。他叫你子音呢，子音，好赤裸。对啊，子音。九月十六台南场见。嗯，子音哦，他去南方公园。对，南方公园。所以子音这个有得奖吗？秀佳有得奖吗 ？A 打一个 ，A 打，然后刚刚那个萧，轻轻晃，好，三个了，三个了，你要再加吗？看大家会不会继续留言。好，对，有台南啊，你们可以来啊。嗯，感觉来说，很小。对啊，嗯，很好，还不错，还可以吗？没有，赞赞赞，到不了心与你同在。哦，好，他们很乖很乖，他没有骗我。对对对，他心与我同在，他心与你同在。好，他是谁啊？飞哦，哎 ，Candy 老师啊，哎，是吗？这是 Candy 老师吗 ？Chen 飞 Chen 是吗？哎，不是，哎，是吧？没关系，你被露露，哦，你被露露叫到名字了。Fan Chen，欸，你平常自己在那个大热门直播的时候，就是都直播还蛮久的，蛮久的。嗯，就是，欸，这个啦，上尾上尾，哦，上尾北中南都会去。哦，真的，哦，刚刚又北中南都会去，厉害厉害！天哪，啊！哎，欸，你们灯牌可以做大一点吗？好烂哦，喔！还有一个偶像明星叫人家灯牌做大一点的，不是不是，因为你知道我在金曲奖的时候，萧敬腾啊、林俊杰他们灯牌都很大，然后我说哇，那好好好，灯牌好大。然后后来我后来回家之后，发现粉丝有私讯我说，你们都没有叫我，我们在楼上有拿一个你的灯牌，他们在二楼。然后后来我那天现场看到，哎，灯牌就大家像这样，我说小巨蛋最好看得到啦。听笑哦，然后他们有做灯牌还被骂，你说随不随，啊啊？不会啦，感觉很好。好了，谢谢你们有做，我就很开心了。对对对，就跟我在主持所有那种见面会一样，我就说天啊，都没有了应援板，他们连个应援板都不要做，何况是灯牌？哎，不是啊，主持人干嘛做主持人的应援板？哎，反正就常看到，也是好歹就大家交个朋友，没有太浪费钱。浪费钱，你看我这样，为什么我不可以有应援板？可以啦，可以啦。那你要写梦想版？梦想哦，好，这是什么？就是有一个励志留言，梦想是什么？那不是，那我就写我要拿金钟奖，啊。不是那个意思，就是你要鼓励大家的，说哦，在你的人生当中，哦，鼓励大家的啊，这个是要放在，就是他会放在那个外墙，然后配着你的个人的照片。哦，你可以啊，你们照片不要放这么大哦，没有没有，照片放在墙壁上，没有励志哦，对，超励志的，小的小照片，小的就那个立刻拍的，在这里，很怕你洗太大，对对，你先写几个字就好，啊，就是大概鼓励大家，比如说梦想是永不停止的向前，这么恶心的话，就类似这种，你一定有你的想法嘛，对啊，哦，梦想就是鸭子不管没哦，那我写没小鸭好了，对啊对啊，类似那种概念。好，突然间整个人沉静了下来，这样子。欢自己。哦，啊，你要帮我们写梦想就是这样子，你知道，就是制作人大哥就是有他的坚持，是哦，他处女座的就是有一些一定要有的状态。啊，我没有，我没关系，再这样加上去就好了。好，梦想是。好，哦，是是是。我在拍照吗？不然呢？哦，好，我用余光看到。哦，真的吗？那等一下你再来拍，就是要有三张自拍。好。哦，旁边好多人来看你耶。梦想就是。哇塞，欸，那有人来看你耶。哪里？那里啊，围兜后面。吓我一跳，我想说刚刚看起来这边没有人啊。你不要这样子，这个月份不要随便这样说。你吓到大家了。你不要吓我。我没有吓你。好，梦想就是。喜欢自己。你就是没有自信。哦，哎呦天哪。指音签名真的很指音，江江华路指音，对对对对对，然后哎，那个
制作人哥哥贴照片的位置也不是那里，他有他的坚持，你就不要跟他说。他自己有他的想法。好吧。对对对，那就这样喽。他自拍一下。哦，是自拍，然后你们再洗出来拍立得这样。哎，没有没有，拍立得归拍立得，自拍。该不会是你要自己收藏了吧？我自己收藏了，会用我的手机。不好意思，这台是他的收藏。对，你要收藏的。对。啊？哦，新闻发稿。哦，发稿用自拍哦。啊，对啊。不是发稿用自拍，就是它有一个单，就是有一个小小的那个自拍的一个图集这样。哦，哎，怎么这么漂亮？天哪，哇，这个角度好像戴米摩尔哦。啊，天哪，这个角度好像，哦，真的很会耶！天哪，哎呦，怎么拍这么漂亮哎？嗯，这应该还好。拉人中吗？拉人中就是一个美少女一定会有的 pose。哎，那你这样，那大明星也拿一下嘛，是不是？你都来了，加持一下。按到了，忘了开敷底。有了有，一二，好。哎，请问自拍的时候到底要看这里比较好看，还是要看镜头比较好？我都乱看嘞，还是要看面板。电力快不足了。电力快不足。哎，我也都乱看。我也都乱看。好了，就这样。好了，但你都漂亮。谢谢。好了，那就抽签喽。OK。你抽了几张啊？刚抽三张。三张了。我们等下赶快拍一拍。然后黄露主音，黄露主音，黄露主音的混书团。这是你是不是？不好意思，人生当中的污点。一等等，你还说你要上给艺人们上正音课？我一直有在。你刚说黄露主音，我讲那些报名上建安哥的朋友们可以退费喽。不用这样子，不用这样子。黄露主音，黄露主音，黄露主音，好好笑。就刚刚节目还没开始的时候，黄露子音小姐在问说，就是为什么要直播一小时？结果一个小时了。嗯，你要不要看一下大概现在？7:03了，怎么可能啊？国民最会聊天，但是我们今天就是跟露露这个，那为了这一刻就是超长的时间，你有什么主打歌要诠释这个时代？哎，这现在是你的什么歌曲吗？这个是全都给你了，然后呢是好喜欢你的二部曲，因为上是去年 EP 是好喜欢你嘛。啊，你应该告诉大家，就是即将有一支新的 MV 是哪一支？倒霉农场9月1号的时候就会上线，就是后天。然后全都会给你的也有 MV 是第三波，哇！然后男主角很厉害，谁不能说？说啦，不行。地小本们，哎呦，这个说都还没发稿，待会说，等一下跟你讲，等一下跟你讲。好，就这样，好，谢谢大家。哎，不用唱一下，此刻那个对啊。对你的依赖都是我期待，那是爱。爱，海豚又来，有一点点。海豚最后来了，小海豚，他没有转弯哦，他有进来。谢谢黄露子怡，谢谢建安哥，谢谢你进来安大明星，然后让我们那个哦，不要这样，是我们很开心的事情。大家一直想看到露露，然后今天看到露露之后，一定会对露露更喜欢。谢谢你，重点就是他今天就是来那个宣传他的专辑 ，That's right， 请大家多存一点钱。我也很贵啦，很羞啊。嗯，对啦，大概400块，两杯星巴克就有了。嗯，好。很便宜，很便宜，大家赶快买一下。安安大明星，今天希望露露今年可以敲响金钟，连中三元，噔噔噔噔噔，谢谢大家。祝福黄露子音，大家一起把他集气。然后9月10号、9月16号三场签唱会，好不好？大家到西门町、到台中、到台南，一起帮露露加油，然后也为他的金钟先预作祝福。谢谢你啦，谢谢，我先敬你，不用这样，我给你敬礼。谢谢露露，谢谢大家 ，Thank you。